这是我们整个 project 的目标是一个 million 啊，过去公司啊，这个政府有拨款给我们啊500,000，所以目前呢，我们这个整个这栋楼呢需要用到850,000，然后我们打算把后面的这个稻田填土那边需要另外一个150,000，基本上肯定150,000是不足够的，不过暂时我们认为150,000是一个基础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打算这个建筑物呢，底层是行政楼，还有这校长室这些都在底层。好，上面另外的两层就是我们的这些特别的教室。OK， 那么到目前为止，整个工程已经完成，我相信都接近整80%以上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只是缺少的就是那个经费的问题了。希望各社会人士能够大大支持我们这个筹款运动，谢谢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之前我们学生用的变成我们的运动会之前的准备工作，所以经常小孩子就在这里跑步啊、跳远啊受伤了。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后面的整还 below 1 acre 的这个稻田，我们打算要填土，然后建我们的草场和游乐场，希望小孩子们能有更好的、美好的这个童年呢。啊，这里是我们双日副校长的办公室。是我们老师的座位咯，临时的座位，临时的办公室。